大家好，我是 Lexi， 欢迎来到玩手机也能运动系列。今天的这支影片呢，都是以锻炼核心为主。我准备了三个平板的变化式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运动吧。肚子要用力的缩紧，就像收小腹那样。双手触摸肩膀的速度不用太快，慢慢来，对核心的帮助比较有效果哟。这动作的重点在于双脚要用力的向天空踢，在训练我们肚子核心的同时呢，也能训练到臀部肌群，能有缩小腹与翘臀的效果。动作的重点在于一次要触碰完两只手肘，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动作。如果这样对你来说有点太吃力的话，也可以参考下一个登山者运动。这次膝盖只要轮流触碰单边的手肘即可完成。如果前三个动作对你来说都有点太吃力的话，可以考虑先从瑜伽开始，慢慢的锻炼核心。从平板开始，先将屁股抬高，来到下犬式。这个时候脚跟要尽量踩在地板上，如果没办法呢，也没有关系，慢慢来。再来，可以放低屁股，来到上犬式的位置。这时候你可以继续看你的手机与平板，或者选择看天花板的位置。提高臀部，来到下犬式的位置。这时候的目的在于延伸你的后腿，脚跟可以上下的踩动，多多拉拉后腿筋的位置。回到平板动作，稍作停留，锻炼核心。将膝盖跪在地板上，屁股向后坐，延伸后背。将屁股往前放置地板上，头看向天花板。这个动作的目的在于拉开你的腹部肌肉。当你做完前三个运动，感觉到肚子有酸痛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做这个运动来舒缓。